所以我们经常救啊，各位讲啊，这个所在啊，你过去呢，食牛吧，食这啊，起码可能定咧破病哦，那是北部咧破病哦。你若有钱去买一只牛，较无钱买细只，我们买那个小公牛，一只1500块，现在涨价了3000块，还买是俗，饲一个月都要吃3000块，很简单，饲一个月都要吃6000块啊。我们救了357条养在屏东、台南，就像我们爸爸妈妈一样。后来没办法，就救在印度。印度人讲牛动这些因神啊，所以我们救了以后，他们很高兴，我们能免饲呀。但是各位，生生世世他会来跟你报恩哦。这只牛呢，死，伊呢淘汰做狼哦，做你的贵人，帮你帮得不得了。你会觉得说，想到这些人对我好，阮某对我好，这个囝呢，好友好干呢？为什么？生命有轮回了，请各位记得这点嘛。我们佛教后头就告诉了，有一个人专门咧唱歌叹气，爱落去爱坐船出去外口其他的啊，庄稼去唱歌叹气。那经过几年以后，全无转来，因家人奇怪，那拢无转来。后来呢，有一个伊的朋友，啊，有一边要去买卖物件，伊就去租一台船，啊去桃乡去其他的所在去卖物件，卖完赚一寡钱，佮过一台船要转来。结果迄台船一卡，一半迄船，迄过船的人哪顾哪度孤，结果有人咧讲话，阿英啊，阿英啊，惊一个，过船的人无咧讲话，谁咧讲话？结果真来听，诶，即个我熟悉啊，伊过去的朋友怎喺咧头前变鬼，惊一个，哦，阿英啊，阿英啊，你甲救者好唔好？惊一个鬼呢？啊，某咪人啊，你哪咧？你即马来做鬼？你讲啊？我去外口趁钱，啊，结果死在外口。加在你去遐唱歌，啊，我才有机会对你转来。所以各位，人是爱看魂的这艺术，看魂爱引导的人去看。有些道理你不能不信，跟他有感情嘛。啊，结果呢，因为你来，我才有法度对你转来。拜托的，你给我带转去阮家，我一定生生世世给你报恩，叫阮家的人给我超度。我即马咧做鬼，足可怜，各位，虾米叫做鬼？无水通好啉，叫做鬼。啉水，他一喝水就变火，无物件通好食。孤魂野鬼无物件通食，所以我们7月份木建连救老母，各位要听个这木建连是阿罗汉，阿罗汉。结果有神通，一神通去调查，伊个老母竟然咧做鬼。木建连就赶紧去捧一碗饭叫因老母食，结果因老母看到迄饭真欢喜，紧扎起来，是喏。其他的鬼会甲抢，结果要食迄阵，嘴一嘴巴一打开，就马上吐火，整碗饭变成火炭。他妈妈更痛苦，里面就鬼就是一起欲望要吃东西，他就会喷火，会燃烧自己。啊，所以那叫做面燃鬼，面那有鬼休息，因为透火。咱人的死，鬼的死，鬼的寿命最长700亿年，无水啉，无物件食，非常的痛苦。然后没有办法，查甫鬼为了无物件食，他只好打破自己的头壳，食家己的脑浆。查甫鬼呢，要食什么？要啊无啊多，囝来生出来。最可怜的鬼，一天要生500个小孩子，滴滴生，滴滴生，啊，然后生出来以后，小鬼，所以鬼越来越多，因为食家己的囝，这么样子的受苦，啊，所以呢，鬼就艰苦的，虽然叫做7月份普渡的孤魂野鬼，我想那边讲者。我敢讲，一定有人捌拄过鬼，暗时啊去用跌跌跌跌，迄袂喘气，迄叫做叫鬼跌着。啊，甚至大部分咱身躯破病，徛咧附近讲70%叫做晚清这住的病。啊，因为我们过去爱食抹黑啊，爱食歪的物件，甚至叫恁女朋友、找恁太太去提因啊杀生，就会造成这个鬼。啊，如果他没有投胎就变鬼，然后。伊就找你不修，然后你就偏头痛、神经痛、骨刺、刮豆，种种的障碍，啊！所以我们故事又讲回来了。这个人就问阿英啊，啊，你想来做鬼？伊就讲啊，我就逐工就爱食牛肉的，我拢爱去食迄个小块老汁的，嘿，那知影无偌久破病就死啊！啊，所以即嘛足艰苦的，你一定爱回去厝的，叫阮家的人甲我放心，甲我超度，啊！结果，这个坐船的人一听到心里，哇！那我后摆我唔敢食牛肉，我绝对唔食。啊，
他只起这个念头而已，那个鬼的啊一声，怎么没去？那个叫啊，你走走走走，那个拜托你，你不要好发心把我赶走。各位不要听个福禄寿三神嘛，福禄寿三神，我们中国佛教就讲，一个人那发愿不爱个吃牛吧，因为牛是同接近咱人类，跟咱人类的老母同款，替咱种田，替咱和咱牛奶啊。真正对咱人有恩的，对人类有恩的动物，你去吃它最损福报，但是你去给救最大的功德。所以你如果发一个口愿说好，就算没讲出口，该的人赶快边下的山火化形给过掉，一过掉的鬼就走去，鬼就无法度侵犯你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很多餐厅啊，拢会啃着福禄寿三神啊，标准是啃福禄寿的三神，是跟人讲，这里底无咧食牛吧。啊，这个道理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，我首先希望各位爱有一个生命智慧，叫做什么？相信轮回，人死有来世，生命一只家族到遐，四季拢有轮回。够一个故事啊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，带了100多个弟子，然后在印度的北方很冷很冷，突然下雨变得很冷。那各位有看过电视啊？泰国的出家人跟印度出家人一样，跟他今天薄看没辛苦，无穿天拖，这样子在托钵走路，所以天气阴冷，然后呢又下雨，印度就干后哎，啊到印度的北面，各伯朗被好运崩家，我们出家人不能赚钱，要去吐钵，还去吐钵，接受别人的供养，然后接受别人的供养挖落去，才知讲哦。别人拢跟他爸母同款，无别人饭给我吃，厝给我住，我这身躯无法度活落去，无法度修行。所以对家己的爸母也要报恩，也要对甲咱好奇报喜的人要报恩的心态。各位要，我们就是一直要强迫自己有这个心态，不会骄傲。所以我们刚出家的时候，都会训练他们去菜市场门口摕一个钵。然后信徒给你担钱，看人看人五角，看人看人十块，你别在面傲嘟嘟，别个阿弥陀佛，对不起啊？为什么要这样训练？有些人大老板来出家，哎，师父，我带了1000万来出家，出家别在诈半角来，你出家呢诈半角来，你就真臭味，我有钱呀、啊，啊，不能带半毛钱，然后呢还要训练你如何有降服自己，不要骄傲。感恩对方，爱民主的人条件爱去菜市啊，去吐巴。像我刚出家，我以前也做生意，自己也开公司，有钱。温叔大刚给我怎么样？烧水糕啊，烧完腰都笨手。温叔说：“哎，你慈不慈悲啊？”我什么意思？你寺庙会少，寺庙外面的公园怎么不少？公园没人少，你要去少。哇，哎，无民主人都安尼行棋跋筊，我都安尼扫地，安那去拄着董叔，我用笑死。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训练上来的，别操皮啊！那么，而且那时候刚出家，每天打坐，师父就给你啪啪这金刚掌，啪啪爱困就啪，给你问下面话，讲对啊啪，讲唔对啊啪啊！为什么你不能生气？而且你还不能停止思考，会啪一开始也惊，也惊师父惊来啪，看没？但是后来已经跟他九头，你啪你走你啪，我搁咧想一件代志。啊，这告诉我们，身体不怕痛，脑筋永远要保持。都是刚才丢干净，内心里面还是很认真在思考那个事情。啊，要这样子的来修行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今日要甲各位报告了，人的命运不是控制在即个祖先、神、佛、辈子。对我讲诶，咱今日在内底爱坐偌久，跪偌久。是咱的行为，行为来自咱的思想，所以人的命运是安尼，咱的思想引导咱的行为，行为创造咱的命运。一个人想那生得较弱，哦，像我秘书，我看伊比较有自卑感，弱，我乃微微啊呢，我本来还不矮呢。一个人为什么长得高？过去式，不骄傲，谦虚，尊敬别人，尊敬老师，身材高大。一个人为什么矮？看不起别人。我的条件较好，我考册第一名，乱丢课本，你就为过。所以生下管，生下大汉细汉，不是老爸老母注定咱的。老爸呢，希望要生你较水的，条件生你较歹。
一个人生的面生了歹，爱生气，爱生气，哦，讲错，爱生气，你都歹看面，歹个搞晒。一个人生的生了烟头，水，定定笑。各位，你看头前这个花有水无？挑看布施一个花伫个遮，互恁看嘛，互我看。咱只个摕这花来供佛，布施花，生生世世脸漂亮。啊，各位有咧卡拉 OK 唱歌，有个人想要唱歌好听，有个人想要唱歌歹听。唱歌好听为倒来，阿罗别人不爱讲骂，赞叹别人哦，水烟头。咱是对老爸老母讲话真客气。我伫个这个所在，甲各位讲。如果你若真正用你这个嘴去骂个老爸老母，对你有恩的人，你要好好忏悔，跪个遐观想个忏悔。骂个老爸老母五百岁做下狗，下狗为遮来啊！那是你骂个足歹听，不但下狗，佮臭耳人听无，因为你迄个声音去刺激着老爸老母，对你同恩的人的耳腔，你就会耳朵听不见啊！那是呢，有个人佮五六十岁就开始耳根很重，到七十岁拢听无啊。因为你用你的声音去伤害到对你有恩的人。各位呢，咱只用这个手和脚去踏给北部，踏给对你有恩的人，形形色色，长脚长手。啊，较轻的呢，脚无力，手无力。啊，所以各位听好哦，人是命运的主宰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一切是咱家己做好家己的。啊！你今日想要把酒较水，不瞪人家，不然呢都点灯。很多人很喜欢点灯啊、哦，圣母玛利亚、玉皇大帝、佛祖、观世音菩萨给点灯，让它很亮，该亮的地方亮起来。生生世世，你眼睛庄严丽，皮肤白，为人皮肤乌，为人皮肤白，为都会来。大家嘛是讲白白较好看，乌暗的所在帮个点灯，佛像那无光给点灯。啊，可以可能亮起来，行为反作用力，你皮肤就白又亮。所以各位真简单，你对这个世界安怎，你对别人安怎，你对其他的生命安怎，行为反作用力，你有什么生命？比如说你这个人肺部有问题，呼吸气管不好，要怎改变？多种树，这个球啊，光合作用可以给我们氧气。你能够把这个空气流通，多种树，让别人呼吸氧气很多。你这个肺部的肺癌啊，肺不好啊，就可以改善，就简单嘞。你这个人底层安怎医都医不好，你大家安怎抹药啊，抹较老血，要安怎？真简单，买较侪痔疮的药啊，把人家你倒抹，报喜可以。你不施痔疮的药，让别人免痔疮，你连咪就好个，安尼简单无？目睭要好吗？上目镜给人，上目药水给人，卖个看到鱼啊，特别吐目睭。啊，这只鱼啊，就要从台起，有给咱起码叫做大闸蟹，真人就爱讲摸黑。各位你要知道，大闸蟹跟虾子，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把酒，咱人啊把酒够够把酒皮筋砍起来，血啊修来个砍起来，保护眼睛。你个观察虾子跟螃蟹有没有眼，有没有眼皮？没有眼皮，他们就是最宝贵，就是那个眼睛。如果啊，结果人那个台一阵就给放了修啦修醉眼那几个夯。他第一个眼睛先烂掉，很痛苦，然后再慢慢的身体被烧死。啊，你把酒摆，真简单，救黑啊，救大闸蟹，救魔黑，啊，所以我们经常去香港，都故意跑到商店，他们都把大闸蟹腿绑起来，绑起来放在柜子里面，冰冰安尼啊，袂死，啊，我们就给他买过来，甲渐渐的，哦，一卡都松快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脚不舒服嘛，去绑一挂，卡去用绑起来。青蛙、兔子、大闸蟹，脚被绑起来的，脚不舒服的，你去制造这个反作用力。很简单，我现在给各位笑，各位就跟我笑，很简单。我现在骂各位，各位就跟我骂。所以你看我跟我骂，是因为我骂你。你对我跟我笑，是因为我跟你笑，很简单。就算我还没出家进前，欠各位十万块，难道我现在出家十几年，你就 不用跟我要了吗？你也是给他讨，又给他精精的，又给他讨，因为欠债要还债啊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所以说到这个，各位一定要信什么？信因果。